大家早安。哎，早上有吃吗？哎，还有很多童心吼，阿伯几百不要紧，按慢慢来讲哦。啊，或者的童心方便了，慢慢进来。哎，较紧的哦，入座等你哦。啊，搁有外口搁有童心无？知影看一个紧，甲紧叫伊来吼。啊，今仔课程非常重要。哦，规个拢等于是讲前几节的讲师所讲的内容做一个讲重合吼、哦，因为咱想，哎、欸，讲师呾讲的是毋是甲我头下听的课共款？遐讲师讲的是毋是拢有重复？哦，重复的观念，重复的法理常识认知，重新再听一次，这样你会不会忘记？会加深你的印象。哦，中学的代志像咱自细汉，哦，我们从小到大，爸爸妈妈教我们走路、穿鞋子、穿衣服、刷牙、洗脸，每天都重复做，你会不会感到厌烦？每天都在刷牙、洗脸，会不会感到厌烦？会无？袂嘛吼、哦？啊，你会袂记得哦？无可能袂记得，吼、哦。曾经有看过一个影片，囡仔困去啊，搁咧刷牙。诶，拄啊早时拄啊起来嘛，啊，拄啊伫诶洗手间咧刷牙，哦，目睭挤挤，伊嘛是同款咧刷，同款，哦，这法律咧读吼，读甲你做面盲咧，甲对方伊咧讲台湾时，你会安甲讲台湾地位是啥个时阵，你成功啊？因为啥？你已经读入去心内底啊，哦，咱所需要的就是爱安尼，哦。我小大约问一下吼，咱为宜兰州来的请举手。宜兰州请举手。好，谢谢。台北州，谢谢。新竹州，好，谢谢。台中州，谢谢。台南，好，谢谢。高雄，上远的吼，好，谢谢。高雄还有足热的无？强要晒干去啊！吼，有够热的。哦，这种天，你若讲做一挂迄落菜头啊，吼、哦，菜脯，迄种盐盐下下，摕去晒多好，吼、哦，足紧就干，衫嘛是吼、哦。来，今日题目叫做台湾法律，法律台湾。啊，来，我先问一下，你在座的同心，在座同心，你有买一本的，请举手。新台湾论买的请举手。好，谢谢。还没买的请举手。好，谢谢。这本书务必你一定要买，为什么？你啊，读过先，你读熟了，你才能够跟人家讲，人家问你才能够回答。哦，不是说哎、欸，我来这边听讲师讲就够了，不够。哦，这600多页，哦，600多页，包括后面有一部分是漫画，漫画是比如说你。无法度了解初入门的，你会用个行为漫画遐个看，吼、哦，然后翻到360几页，吼、哦，是谁侵袭了台湾人的记忆？你要为遐开始看，哦，因为咱有一个同心甲咱讲，吼、哦，伊讲头一页你看，伊有360几页，是谁侵袭了台湾人的记忆？你要看我头前3页，你有兴趣啊？看我对3页，马英九，你有足兴趣，让他看。看，你就感觉哎，搁、欸、串联，你有那种哎，我是咪有一部分啊无了解，你个会去往前翻，翻到哪里？目录，吼、哦，咱这样看下头前个目录吼，《新台湾论》来，我们翻一下，没有买的请跟旁边看哦，翻到目录的地方，好、哦，你看那个目录上面是不是有写到哈、哦？大概你再翻一下哈、哦，封面打开来第3页，哦，空白的地方哈。哦美国政府指定设立台湾民政府在华府，哦，底下来看目录啦哈、哦，看目录，哎、欸，目录有看到哈、哦，目录无第几页啦的封面，你封面书的封面掀开来就有看到封面啊，迄、那个目录嘛哈、哦，来咱看卖啊，你甲看下这哦，这每一个目录吼拢是重点，哦，唔当大家想看书有一个习惯讲，哎、欸，目录不重要。目录重要、哦，你看到目录，你看到目录的内容，你唔才知讲，哎，大这本书内底大约的内容在写啥？哦，为目录来着手，
哦，你来现，搁现第二啊！哦，你来看下家，美国设计台湾最终地位。哦，有看这個标题哦。好，165页哈，因为目录加拢有下，什么标题在第几页，什么标题在第几页，哦，过来，我头先讲迄个标题，谁在清洗台湾人民的历史记忆？364页，哦，这足重要诶哈。啊，但要讲到的内容，台湾是否应编入日本国土？在306页，哦，这但要讲的内容，哦，你先听咧，但就会讲啊哈。来，咱讲这个题目，台湾法律，法律台湾，什么叫做台湾法律？就是你即马主题新台湾论，就是伫台湾法律内底。为什么呢？新台湾论的内容包括国际法、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包括哪旧金山和平条约，甲这片土地，甚至包括甲美国主要占领权国有密切关系，一挂国际法。政见化的内容浓浓缩在这本内底，延伸出来的是台湾战争史回顾，拢总有五本。目前秘书长已经出到第四本了吼，第五本呢未来会出来吼，第一当时即种。好，这因为这牵涉到非常重要的代志，所以这第五本内底呢，爱后摆即种了后，才有法度予各位来研读。吼，啊，即下新台湾论，咱即下上重要的就是讲。各位在座同心，你新台湾论一定要读熟。好、哦，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你若无读熟，人啊，佮甲你问讲台湾的国际地位时，你佮会去含伊啥一个迷思？哦，因为这中国的这个流亡政府伫台北，伊伫台湾佮今年已经是70冬啊，所留下有毒的思想，已经载载伫生活当中。影响到每一个层次，哦，主年纪大诶，甲年纪细汉都爱读书诶，都爱学讲话，拢会去影响到，哦，电视开开，电台甲听，拢是即个有毒诶思想，哦，所以咱咧看诶时阵，咱爱了解讲你有一个认知对呐，对台湾法律诶了解，你为法律诶眼光甲角度去看待因讲诶。即个内容的时阵，你会当足清楚的。讲啊，伊即下咧讲的即个内容是啥？是政治台湾，唔是法律台湾。吼、哦，即后边即，啥物叫法律台湾？台湾民政府就是法律台湾。为啥？依据战争法，由被占领地人民所成立的政府。哦，大家只要拿出来写一下哦。我相信那么多堂课有写笔记本的请，有写笔记的请举手。听江苏江口有顺手在写笔记的，请举手我看一下。有顺手写笔记的，请举手。没有几个哦，赶快哦！这一堂课，请你务必要把重点写下来哦。你重点写起来，回去人家问，就叫人家问的时阵，甚至是网络，人家问的时阵，你较袂讲支支吾吾，佫讲袂出来，佫讲啥？台湾是台湾，台湾台湾。哦，中华民国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你种错误的观念会阁出来，为啥？向影响。这政治台湾伊就是讲，因为是美国国务院伊登基以来，自1945年10月25日，哦，为着替美国省钱，所以讲，这中华民国伊尤其是蒋宋美龄伫美国，甲讲讲，阮翁蒋介石会当帮美国省钱，会当帮你征兵。吼、哦！啊，美国想讲，反正国内反战声浪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啦，开的钱搁较济，吼、哦，实在是不敷出入啊！吼、哦，一定讲像咱为韩战来讲啦，韩战1950年，你会发现伊所开的包括兵力已经无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较强啊，甚至是越战。吼、哦，你就知影讲这個反战声浪包括牺牲的开的钱有够济，所以美国人讲。以美国利益为优先，好、哦，所以讲，咱爱知影讲台湾民政府的上司以上，来，靠起来，咱即几工所谈，美国跟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关系，台湾民政府的上头主管单位是哪一个单位？美国军事政府哈，而且，这是美国军事政府的占领期。
咱头先咱爱了解吼，因为咱头仔台就是一个概论，或者慢慢甲即几工读的吼、哦，听到的，甲即个观念建立起来吼、哦。咱呾知影讲，即个啥台湾啦、啊，即个阿念民政府，即、这个民安怎来的？就是我头仔甲各位同心所讲的，台民政府是依据战争法所成立，由被占领地的人民所成立的政府，叫做啥？Civil government， 平民政府。诶、欸，美国军事政府，美国军事政府啊，伊叫啥？美国军政府。所以要求讲，咱共款台湾平民政府，哦，所以变作台湾民政府。这民民个单调哦。为虾米呢？来，我问一下，在座同心，你有申请台湾民政府这些晶片身份证的牙签？我嘛有哦。好，谢谢。阿伯申请的牙签真济吼，好，要建议申请哦。唯一可以合法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的证件，就是这一张哦。甚至用诶，有诶，伊申请伊并毋是住伫遮诶，伊敢申请身份证，它是取得居留权的开始。你只要身躯顶，你敢摕到，你敢是中华民国所谓的国民身份证，你没办法证明你是台湾人。只能证明一下中国人。好、哦，哎、欸，讲师后面有些台湾省啊，那是更加证明说你只是在这片土地上出生的流亡难民。哦，甚至是讲，哎、欸，我国外那本护照绿色的，中下台湾啊，我是台湾人啊，唔对。国际护照的辨识色，那个绿色是代表什么意思？难民。包括现在的吐蕃流亡政府在哪里？印度的达兰萨拉，一提的英语名叫什么 Green Book， 绿色的本子叫做 Green Book， 你也应该上网去查 Green Book， 就是绿色护照，是啥 Refugee 国际难民在用的护照辨识色，它不代表主权国家，正常主权国家的护照什么色？暗红色，或者深蓝色哦，所以讲伫国外当然看足清楚个历史个，你是国籍难民啊，哦，伊就会甲你约谈，大家拢正常出入各国个海关，都偏偏他讨论都要摕一本绿色去用动个，先去叫伊去边啊小等者，等下要甲伊处理啊，叫你摕一寡钱出来，伊才互你过关，无就讲甲你刁难，你回去，互你加走一撮，哦，这种无谓的国际纷争，常常拢听会到。哦，今年咱就听讲，中华民国民进党有一个人，哦，去对去美国，我都无代无志向叫回来，哦，因为摕绿色一本，啊，反正为虾米，足简单个啊，伊摕一本就去弄啊，啊，美国就比较知影，所以叫伊阁回来，爱回来控诉，为啥要控诉？美国借这个机会要教育所有的本土台湾人，你摕一本绿色的难民护照，不是你应该要拿的。哎，咱本土当然应该摕啥？根据咱这個新谈论内底内容有写着吼，这個、琉球的地位，原来非常重要。咱只要看一本新谈论，你也对台湾国际地位有兴趣的，不妨你去看，因为咱台湾目前咱的状况跟琉球足像的，吼、哦，台湾跟琉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咱也要去加了解，吼、哦。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了后，琉球呢又有一个平民政府，琉球民政府，伊全名叫啥？琉球群岛美国民政府，但是伊名写啥？琉球群岛美国，哦，所以伊本话内底那个米，伊毋是稻米的米，毋是咱食饭的米，迄代表啥意思？美国 ，America， 哦，美国，哦，东西你都要来吗？很、欸、少、哦、啊你有买新台湾论无？啊未吼，后抓高级班会加买嘿。哦，昨你有看啊？足侪咱东新来考滚手无？有嘛吼、哦？啊，大拢滴无啊？啊，无好买无？啊未吼、哦？这滚手考试吼是啥？考咱家己，咱对这本新台湾论了解偌济？吼、哦，咱唔是讲我敢要做滚手，我才去考迄个滚手考试，唔是呢？各位东新。你也另一要来参加台民政府咱这运作，要做行政人员，
你心谈论一定爱读书，无一定有考试哦。哦，啊，你也无读书，我想，哎、欸，我免读，我就用个做行政人员啦，无一定哦，无一定美国，甲想讲做行政人员拢爱考新台湾论，啊，系啊，你想要安怎？所以即马紧读书，原因就是伫遮吼。来介绍这个台湾民政府，全名叫啥？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所以今日早起，秘书长有颁发美国国旗，有摕到牙签，啊，未摕到牙签，拢摕到啊吼。啊，有头罩的无？无啦吼，因为有诶美国国旗摕到的，啊，未摕到就先等牙讲有代志。啊，有抓联谊讲，哎、欸，有没有拿到美国国旗？没有啊，为啥？哎、啊，伊有代志先等伊啊。哦，那美国国旗非常重要，甲你讲。这是你讲透过美国国旗颁发的一个仪式，甲咱讲，伊是啥？主要的占领狂国，经济的对，法官的对，就简单呢。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的 A 款来笔下来，拿下。哦，笔甲纸拿下。哎、欸，大哥，先紧写写嘿，莫听听大家等伊。电视看的韩剧我也看，过迄落啊，低歌量我也看袂记起啊。嘿。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的 A 款，美国是主要的占领狂国。嘿，你有写旧金山合约23条，和哪个和？和平的和。哦，莫写合作的和哦，就这样写。旧金山合约爱和啊，写迄个合作的和，唔是哦。咱这写的名甲原先的英语有符合。旧金山和平条约，为啥叫做和平条约？伊个和，和平的和，因为伊原先伊个英语名叫做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San Francisco 就是旧金山的英语名 ，Peace 和平 ，Treaty 条约。吼、哦，唔是遐，唔是宣言哦，爱记得哦。然后一个观念，新谈论内底内容，你甲先详细，你去看知。开罗宣言是宣言吗？不是哦，它是新闻公报、哦，是暂时的一个声明，这是种战争时期的声明。声明会当会去遵守吗？不一定哦。哦，随时会变化，它是一个声明哦，它不是一个公报，不是讲一个条约，讲爱一定爱做，不一定哦。有没有签名有没有关系？无关系，因为是公报。哦 ，OK， 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哦，法院呢？这美国主要将要宽广，伊个法官就经常和平条约23条 A 款，过来咧第4条的 B 款哦，就是第一占领的所在民定的财产最后的处分权，还有以行政立法加专拨哦，处分权由谁处理？中华民国吗？不是哦，美国。哦，尤其是啥？美国军事政府，哦，美国军事政府这個名你会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第4条的 B 款，你会当看到，伊专名叫啥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哦，这個、名大家爱记咧，哦，伫尤其是你怎啊手有摕到这个台民政府这個晶片身份证的时候，你会用个掀个背面，就是有签名迄右下角，你会当看到，吼、哦，晶片的右下角。两个人奇怪，那有这个名，本来就是啊，这是美国军事政府来授权的。全世界有人较好打，把美国军事政府的名，把印在身份证面顶的，有无？无嘛？为啥？因为授权。咱顶头就是美国军事政府，落来就是咱。哦，啊，等咱只摕到这身份证面顶写台湾政府，哎、欸，讲师。台湾政府啊，咱确实唔当家做主，家己独立吧？唔是哦。这个台湾政府，它在哪个架构？在台湾民政府这个架构底下试行运作的单位叫做台湾政府，唔是 self government 哦，唔是独立吧？我、欸、我台湾政府，台湾啊，讲实在，中央的民我都反正写刮胡嘛。中国人搞安一个观念，那刮胡可以省略，所以搞欧掉，会用的无？可不可以？台湾民政府那个名可不可以拿掉？可以吗？不行哦，哦，因为在台湾民政府的架构下，事情运作就是台湾政府。
哦，啊，恁这期咧叫做啥？一一的初级班，高级班是 H， 哦，2015年6月5号开课，哦，所以你爱记得哦，吼，你这期的，啊，你妈啦，甲你边仔人熟悉者，哦，趁钱嘛，哦，不一定咱后摆即种，咱即种的时阵，你周遭的刚好同学有个同事嘛，不一定，哦，大家互相下课，小了解者，哎、欸，上课上的内容，会啊，互相研究者。欸，你捌的，甲我捌的，甲伊交流，交流了呐，你就会当了解。欸，伊捌的，甲我捌的，合起来，你就会阁累积你的经验了。好，好来。欸，讲师你这起啥啥？阁英语名的 ，Treaty of Shimonoseki， 什么地方？这是啥物？马关条约，就是下关条约，在日本。哦，日本下关。所订立的条约什么时候呢？1895年4月17号，地点伫遮，这即马阁伫地哦。上新的相片吼，控诉年1月7日，迄个相片伫即个阁楼内底，即个所在有熟悉无？这是决定台湾将此甲平湖变作日本天皇财产，吼、哦，会开始伫遮，吼、哦。啊，当时咧有一个辽东半岛，辽东半岛因为有国家反对，因为啥？辽东半岛是清国，伊本来有诶，它本来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必须啊透过辽南返还协定，甲割回去。哦，明治天皇为啥做这个动作？真简单，我阁甲大家吼做一个简单一个说明吼。大日本帝国宪法是全世界一部钦定宪法，就是皇帝、哦、天皇自己拟定的宪法，交由帝国议会去审查，然后 OK 了后，由天皇就行宪诏书、行宪诏书，你应该写起来。哦，这大日本帝国宪法，我相信很多人不了解，你给写起来，它是钦定宪法。就是皇帝制定的宪法，交由帝国议会、哦、去信，然后经由明治天皇、哦、透过哪行宪诏书、哦、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在大日本帝国的国境，国境国家的国境呢，境界的境，一个土个一个境，哦，你要给它写起来，国境哦内底实施的哦，所以大日本帝国宪法伊一个。特别的所在就是伫遮，皇帝亲自定的，毋是一般民主国家讲，伊的宪法是由国民大会来订立的，无共哦，它是天皇明治天皇钦定的宪法。哦，啊，行宪诏书呢，从这里就知道行宪的诏书伊的权力有大无，也当透过行宪诏书，甲天皇的意志实施伫个大日本帝国的。国境内底哦，同款，各位同志，你爱记得哦。占领者的意志代表哪？命令。占领者的意志代表命令。哦，你爱下个哦。占领者的意志代表命令。我这讲的这句重点伫遮哦。头下大家拢会晓讲讲，台湾民政府的主管单位上，美国军属政府。占领者的意志代表命令，所以。千万爱给嘞，没有经过授权的事情，千万不要做。你要下给哦，没有授权的事情，千万不要做。哦，美国军事政府落来命令，透过中央落来。哦，莫讲哎，我想要做啥做啥。哦，人民的意志代表国家的意志，这都唔对啊。那是民主国家，咱是怎向军事政府占领当中？咱的顶头呢，除了军事政府，搁啥？土地的所有权是这样。来，咱看你的右手边，哦，请问下面顶墙上有两幅图，这江苏有讲过无？左手边有一板桥，叫啥？二重桥，对不对？即卖是本国东京，哦，皇居迄个所在，皇居迄个皇是天皇的皇，居啥？居住地的居，皇居代表啥？土地所有权。最高的代表天皇，右手边呢？你有看到上？那个人是谁？有熟悉哦？
奥巴马嘛，哈啊，边岸上，哦，太太嘛，哈，这是总统夫人。过来嘞，一手提啥？圣经。这个代表的啥？占领权、甲管辖权、占领权跟管辖权的代表。好、哦，所以啥？台湾的国际地位啥？日属美占。日属的日是啥？属日本天皇，叫做日属。日属不是属日本哦，还讲一半尔哦。哦，属什么？台湾国际地位属于谁的？日本天皇。唔好讲啊，日属美占，属日本啊，所以后摆台湾的日币等于日本国，唔是等于日本天皇，唔对哦，不对哦，这刚刚讲一半哦。日属美占的日属啥？属日本天皇啊，美占呢？简单讲一句，美国总统做代表占领台湾，日属美占，你要讲好清楚哦。莫来讲，人来问你讲，你们台湾民众之前讲那个法理讲日属美占是什么意思？头一个问题，跟你问啊，哇，阿弟稍别要讲，哦，阿弟说你刚才怎样讲？什么叫日属美占？你爱请说给写起来。等下啊，甲复习一下，莫来听听。我记性足好诶，大家等下搁家孙抱咧，搁出去踅街，破诶，明仔来食素，搁袂记起啊。系啊，日属美占，你搁毋知影要安怎讲啊？日属属日本啊，美占诶，美国占领，所以用咧做美国诶51州，对吗？袂使哦，哦，这大家知影哦，袂用诶哦，因为啥？咱初级班，咱读的两个重点，即马紧甲写起来。第一，占领不移转主权，占领不移转主权，第一个。第二，流亡不得就地合法。流亡代表啥？流亡政府，流亡的难民，好、哦，不可以就地合法。简单的例子，吼、哦，什么叫做 Chinese Taipei？ 比如讲第一节课甲。现在目前在江苏讲，拢咱听到 Chinese Taipei 哦，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你印象有深无？大概江苏安讲，你就记起来。Chinese Taipei 佫讲一届，什么意思？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对台北，唔好在台湾哦。Chinese Taipei 是根据国建中华的对讲，蛮个讲法，你这个流亡政府只能在流亡一个国家的首都。哦，一个都市，伊袂用个规个也甲传播哦。比如讲，咱举一个简单个例来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甲比利时有流亡政府伫对，袂记得哦。伫伦敦 ，French London 跟啊 ，Belgian London。亚洲嘞，韩国流亡政府伫对，上海 ，Korea Shanghai 啊，吼、哦。所以这三个代表你爱记嘞，啊，即下无整理啦。上新呢，吐蕃流亡政府对，达兰萨拉，伊名叫吐蕃印度哦，不可以哦，吐蕃达兰萨拉，哦，你赶快写起来，无你袂记嘞，哦，跟中华台北啊，对，中华台北，你也了解，我会当甲你补充，哦，因为，你爱知，因为我伫台湾民政府读的法律，我相信我甲你分享，你去查。100%健康。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中迄个伊甲扛起来，来讲，所以叫做中华台北，是吗？中华民国刮胡来对一大堆话来讲，为啥？因为较好通知啊，方便管理啊。以后你怎讲伊是流亡政府，你会听他的话吗？会不会？会吗？你如果知道他是流亡政府，你是在这土地上，你人是。物都属于日本天皇，你会听他的话吗？他当然不告诉你啊。哦，那刚柯批选到台北市长，郝柏村要来讲，你们皇民，我听到，因奈知影皇民，因拢知啊，70冬啊嘞，今年70冬啊，因奈唔知因给改改你大标签，啊，只是讲来讲你们是我们同胞，啊，这样讲同胞吗？啊，是同胞，咱生活敢有遐艰苦，遐济。阿伯、阿姆啊、阿姨、阿姐啊，拖着四轮车、两轮车在外口的啊，透风曝日在捡回收，有把咱当作同胞吗？伊家己人伫工公园，吼、哦，饲狗、饲猫、饲鸟啊，赶迄个鸟人啊，伫公园伫骂台湾人，啊，谁甲饲？本土台湾人，轻俭，纳的税金，逐个月甲饲，
啊，伊伫公园，逐工甲咱骂骂咱，吼、哦，爱、啊、有计较无？全世界上好个啊，流亡难民就是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个遮个人上好命，吼、哦，搁啥个？流亡难民还可以住高级住宅，有听过无？咱印象当中，流亡的难民是不是都住帐篷，对吧？哎、啊，那住迄个较好个厝，这就是无公平、无正义的所在。法律就是讲，根据这个法律，咱追求的是公平跟正义这两个重大的目标。哦，安尼才会当公平啊！万国公法就是根据主权法，和全世界共同遵守，是使得全世界来共同遵守的一个规章，叫做万国公法。哦，所以要写起来，万国公法是国际法的最高拘束。哦，我阁讲一解，你紧写起来吼。万国公法是国际法的最高拘束。哦，你这要写起来，万国公法是根基哦。哦，法律为这非常高，所以咱大家迄道你就会当了解吼。这下关条约地点伫底？伫日本。哦，你要看这名字吼，Shimonoseki下关。嘿，东京啊？啊？哪一个什么树？玉树，玉树迄个树。嘿，吼 ，OK。下关条约内容重点，甲你画出来吼。有两个属主，吼，咱听过台语嘛？吼，属主变完啊，嘿，变完亲嘛吼。属主，属主对两个，大清帝国大皇帝。加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哦，这是汉文汉字，哦，汉文的一个代表。其实咱爱看国际条约，爱啥为英语去了解，哦，英语一字错差，甲你袂掉的，你嘛唔知呀，哦，这才足重要的哦，英语哦，哦，英语伊用的字同款，哦，譬如讲同款叫做放弃，哦 ，abandon， 甲 renounce 都无同啊。哦，你刚刚《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B 款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claim to Formosa and Petrodollars。这 renounces 你要看，一个啥 renounces 啥意思？黑的，可不可以拿回来？可以哦。Abandon 的别用的，英文就淡掉啊，淡掉不会都提等啊，叫做 abandon。哦，这英语哦，港款翻译叫放弃，意义无同，会当提等，甲袂当提起来。天差地别，差足侪吼。来，这两个属主嘛吼，你看吼，第一段就咱看到列阿托的主权阿尤者，吼，就是皇帝、君主、所有。所以呢，台湾无啥，台湾列阿托的主权。所以讲，这个政治台湾，咱要解分割开。为啥叫政治台湾？伊是透过政治手腕、政治的方法来啦。统治台湾，因为啥？伊是代理占领，叫做政治台湾。法律台湾嘞，法律是永远袂当改变法律的真相。那啊，叫做还原真相。咱本来就是身份是啥？清清楚楚，白纸黑字，这叫做法律。法律台湾，所以台湾民政府讲究啥？法理，一切依法。袂讲啊，政治啊，用政治方式啊。乌龙蛇道，你未通哦。来，别讲哦，这个东西不是你的，你不能做出任何片面的改变，所以无法公投的原因在这里。台湾也要公投无？那不是民主国家呢？咱若讲啊，无讲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原因改变管理系统，其实咱上大。上关站的是啥？就是秘书长甲咱讲的，咱心目中永永远远爱藏着一个人，迄个人是啥？看你的正手边，有看迄板球无？来看一下右手边，迄板球，唔是迄两只牛哦，是远远遐有一栋皇宫，内底住啥？日本天皇。咱心目中永远爱藏着一个人，迄个人就是日本天皇。终极效忠，咱这片土地是伊的，经济的、法官的，伫遮。哦，来去切掉哦，不要紧。看到吼、哦，
伊这规个传播到最后遐个时阵，就是讲永久甲台湾朋友牛和尚日本天皇袂当阁摕转来，哦。有人提倡讲要变做美国的51州，安尼袂当个，因为美国无台湾的领土主权。为虾米？他旧金山和平条约，我有甲你讲23条 A 款，甲第4条 B 款，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全国用的什么？主要的分配权，哦，所以占领跟分配，这一占领的所在，只要伊民定发生的行政立法甲司法、行政立法司法，最后的决定权在谁手上？在美国，哦。所以讲啊，人家讲有诶讲，伊要公道呐。美国是为啥讲一直讲 no no no， 袂用诶，袂用诶，袂用诶，原因伫遮，即土地伊占领诶，伊嘛是爱照万国公法来进行啊。哦，伊袂用讲我占领，我着要移转主权，即土地变我诶，所以台湾后摆变美国诶51州，袂用诶。美国国会嘛讲过，哦，怪异过，美国不要再增加海外领土，要变51州上有资格上。Puerto Rico， 波多黎各，西班牙，美国甲西班牙战争了后，波多黎各就变作美国的殖民地，伊去甲今仔日，伊欠钱、欠食、欠用的，伊只要手伸起来，吼、哦，甲美国讨，伊就应该得到美国的援助，有资格成为51州的就是波多黎各，还轮得到我们吗？而且台湾，咱阁知影伊是啥？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好、哦，这观念一定要记得。我头下讲的大日本帝国，原因上重点的这个立国精神，要记得哦。大日本帝国伊的，包括大日本帝国的宪法，明治天皇，他一直一脉相承下来，就是遵什么？遵守万国公法。所以一切伊的帝国际发生的一挂代志，签条约，哦，甚至是啥？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人讲讲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伊啥根据国际法，为了自我防卫而宣战，伊是合法的。哦，像会当见证麦克阿瑟，哦，迄短片大较后壁时间有充足，再帮我大家看，你得当了解原来这一切为啥拢假？你读的历史嘛假啊，你所知的一挂观念嘛假啊。伊该教一寡民主国家的观念，互你根本就甲原来咱的法理身份格格不入啊！哦，咱根本宪法是明治宪法，明治宪法跟大日本帝国不会因为战败投降而被消灭。为什么？日本天皇阁伫底呢？大家爱抓一下起来哦！日本天皇陛下只要存在，大日本帝国就存在。爱写个啊，唔是讲哎，日本天皇的导航啊，啊，所以日大日本帝国就灭亡啊，是安尼吗？吼、哦，这一定要写起来嘿，好、哦。伊家美国家拥有啥？主要占领全国的占领权利跟占领义务哦，除非伊有拥有或者天方夜谭，爱搞清楚台湾这块土地的主权在谁的手上？日本天皇。好 ，OK。这片土地对，法国。为啥要讲法国呢？我相信足侪人听到4月1号，你就会想到这个国家。4月1号是什么节日？外面小朋友在玩的游戏，来讲起来。4月1号什么节日？愚人节嘛，你哪里算的？该算灯啊！明明无这代志，甲你创低电话卡的，你家金库被搬走啦！啊，我是搬家公司。给各位大卡点员工，朋友，那电话是我打的，没有，没事，愚人节快乐。这国家在过愚人节，愚人节是什么意义？嘉年华会，对啊，大概过得很沉闷，很无聊，弄一个游戏，你捉弄我，我捉弄你，这个、应用啥？人甲人之间信用甲信任无去啊，人的信任跟信用就这样不见了，
以后讲话你写的文章人家会看吗？什么叫愚人节？赶紧升等啊！中国人够就爱升这种诶游戏呢，甚至该植入你的生活，经过电视媒体文化，该入你的头壳里底。哎，四月一号我们就是要过愚人节啊！全世界有法律规定讲，你一定要过法国人的愚人节吗？有没有？有无？无啊！为什么咱要讲到老远？咱要回归正统，咱。人讲诶，拢是大人诶，长辈是大讲诶。咱大人大正啊，咱爱哪做正经诶代志，不要开玩笑。开玩笑是讲，哎，有个场合，我们大家讲个笑话，大家笑一笑，不要随便捉弄人家。明明无诶代志，咱都唔通讲，唔通去做。哦，爱记得哦，吼，那授权，有人授权你去开玩笑吗？无呢。啊，为什么要你要去捉弄人家？哦，你把自己的人格、信用，还有人家对你的信任，就这样打坏掉了，不值得哦。哦，不要再玩愚人节游戏哦。哦，来看第二个，公园，什么叫公园？哦，我顶礼拜哦有迄个同心卡电话来甲我询问，讲哎，江叔你讲公园唔对，应该要讲西园哦。正港是爱叫做公园，什么公园？全世界。公用来纪元，吼、哦，公元1945年，像今年叫啥？2015年，全世界共同来纪今年是当时的叫做公元，不是西元。西元那是中国人来讲，然后西方叫做西元，啊，东方呢，没有叫东元，啊，东元就是卖冷气啊，叫东元啊，啊，南方呢，南方世界叫南元，啊，北方呢，像北极叫北元。北原山猫，北原哦，那爱叫啥？公园、公园哦，公用纪元1945年四月七日，愚人节吗？不开玩笑哦，哦，咱看到头先我甲你讲的《新台湾论》，无必甲边啊看一下吼，306页，咱看吼、哦，台湾是否应编入日本国土？咱看到下骹了有写吼。哦以咱小斟酌甲看，甲记喺心肝头内底，拢永远会记得。所以吼，对本土台湾人来讲，唔是开玩笑的一句。哦，来来看哦。为何日本政府选择4月1日当作台湾领土正式编入日本领土？4月1日在日本国家体制内有许多广泛意义。理由呢？第一，是日本政府会计年度的起始日。为许多公司所效法，会计咧计效，四月七日就一个新的会计年度，会用来做愚人节无？可以吗？会计咧计效可以开玩笑吗？小欧北补福报公账，可以吗？不对啊，吼。过来第一点，是日本新公司成立日或合并日，近来也被择为区域合并的日子，公司甲公司之间，吼一。伊要做合并，甚至是新的公司要成立，今一天四月七日，很正式的一个日子。好、哦，过来第三点，是日本社会许多新进员工的就职日，足好的日子啊！所以呢，今一天来就职，做新的头路就职的第一天的开始。好、哦，过来第四点。是日本社会许多不动产租任契约的生效日，比如把厝头家租厝、租地，后尾来成立公司来营运哦工厂，经对一天四月七日。好、哦，再来第五点，是日本学校开学日，开学日4月1号，咱来看嘛，日本这些学生。大概因为4月1号愚人节的，然后开学拢无要去的无，有没有？没有呢。甚至日本，恁大家有去日本过，你突然发现，伊街头巷尾一个共同一个特征是啥？没有垃圾，无人担粪扫。大家拢有一个观念，土地日本天皇的，我担粪扫等于啥？侮辱天皇。有这种基本的认知，所以你会说我这样代表啥？我个人的涵养，
低俗，所以我会随地丢垃圾。一分钟会乌白蛋毛袂触掉，地裤袋啊。会记得无？在座各位，你也有做兵的，你会记得无？营区迄个习惯就是日本兵、日本皇军伫台湾交接予流亡军迄个习惯，啊，搁伫地。还有一个小口袋哦，做兵你就知，迄口袋是毋是一空互你地混杂啦？迄就是日本军所留落，迄是我回去问阮阿公，伊甲我讲的。混食食的混杂啦，袂用个蛋涂骹，啊，放喺裤袋啊内底，迄一个袋啊，互你地混杂啦。外口一个大裤袋的哦，伊再搁一个小裤袋，伫外口小弟的，迄互你放混杂来用的，放垃圾，伊无互你蛋粪扫，为啥？你丢垃圾代表你这个国家人民水准很低俗，哦、所以大家记得、哦、你是日本人呢，还是中国人？为啥就看得出来？哦，咱看这哈、哦，颁布行宪诏书，他有讲行宪诏书，行宪诏书是天皇透过诏书，甲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实施的对。那看这面顶这哈、哦，这是原文，哦、所以咱头下看四个册，日本政令甲会计新的年度的开始。政令就是甲行宪诏书，甲大日本帝国的宪法，甲实施对对，台湾甲对朝鲜，吼、哦，迄啊昭和天皇，咱对天皇爱尊敬，咱唔通直接叫伊名，即中国人非常无礼貌，只讲一个裕仁天皇，裕仁天皇无礼貌，吼、哦，所以呐，咁真正有礼节吗？连一点对国家元首的一个尊重拢无、哦、所以可想而知，伊的水准甲对你嘛知哦。那个啥，昭和天皇，昭和二十年四月一号，昭和二十冬的四月初一。所以来讲吼，你阿公有长辈时代出世伫1945年迄年，你就是昭和二十年，你的出生年月日，日治藤本。咱回归到这个台湾民政府发的这个。就是美国制作晶片身份证，利用爱提出日治藤本，莫讲日剧藤本哦，日剧藤本是中国难民的用法哦。咱生活当中，咱的用词，咱自这个时间开始，一定要要求家己，咱唔通阁讲啊。尤其啥，讲大陆，讲外省的，就是啥，讲日剧，你讲的话内容，人一般来判定你的新闻是啥。咱讲大陆讲外省，那是讲哎，你就甲中国人讲一国个啊，所以你叫伊外省。那参像讲厝内底人，甲这个人哦，这个人名叫阿志啊，阿志代表啦，我叫阿志代表讲，即阮是同一口个人，啊，无同款个人，无同家厝个，咱叫哎温先生、林先生，是不是安尼？哦，像对国家啦、国家之间个即个称呼嘛，怎样？结果迄个国家伊叫啥？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中国。我们会不会叫他大陆？会叫他大陆无？你叫他大陆，你就改港国个呀？你就是中国人，哦，初步判断。你搁讲大陆，搁讲外省，啊，你提搁去中国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啊，嗨啊，你更加无法度证明你是台湾人。哦，你只要有晶片身份证，他可以保护你。哦，你也无，你的言语方面，包括你的身份证，要经去申请。你身份证为啥爱日治藤本？就简单呢，日治藤本的出生年月日年号有三个哦，台湾这缅甸的明治、大正跟昭和，你应该下起来哦。日治年号没有明前哦，民国前几年，民国迄种唔是哦，迄唔是日治藤本的年号哦。哦，日治藤本的年号就是明治上早过来大正明治。大正过来啊，昭和，吼、哦，安尼，迄叫做日治藤本。即、這个内底吼，介绍一个重点的人物，来，外务大臣兼大东亚大臣崇光葵，1945年9月2号，伫密苏里舰签的一个代表叫啥？崇光葵，这個、名要写起来，好、哦，过来。军需大臣吉田茂，吉田茂是1951年9月8号在签旧金山和平条约的人，叫做吉田茂。在教书面顶你就会看到这个，崇光葵跟吉田茂，哦，教书面顶就有啊。好、哦，来，咱看到这教书一下日文嘛，
甚至这日文它的古文用法，为啥咱袂晓？就简单，伊方便管理，伊袂教咱教日文呐。日文咱搁爱管高的层次哦，高中、大学了，咱搁爱家己开钱去学。啊，有诶片段也无爱学啊，所以日本话、日文咱无了解，无法度深入去研究。这是正讲咱本来诶国语呢，咱诶国语是日本呢。哦，所以咱慢慢爱去了解，甚至爱研究英语，因为甲咱法律台湾上密切的，就是两个国家，美国甲日本，所以英语甲日本一定爱透彻去了解。哦，教书的内容吼，甲变作咱只会当看的有捌的吼，中文咱大家来看吼。正师以为朝鲜及台湾在我统治下已有多年，新台湾论往哪有后边很。用到最后边，吼、哦，新台湾翻到最后面，就是漫画过了后，还有一个一页在讲，吼、哦，诏书的内容，赶快原文我给它提出来写，吼、哦。已有多年，这期间教化广披，以收习俗同化之时机，这在讲对一件代志。1937年皇民化，吼、哦，皇民化，皇民化就是讲，和所有朝鲜包括台湾人民会当啦，去了解日本。看会捌日本，会当讲日本的话，吼、哦，所以呐，安尼才有法度予大日本帝国宪法，包括政令实施伫台湾，吼、哦，这叫皇民化。无你啊，大家讲看无日文，听无日本话，这大日本帝国一挂政令有法度行政实施无？无法度，吼、哦，皇民化是真好的一个活动，吼、哦，加上在这次战争的遂行上贡献良多于大东亚战争。这大东亚战争就是讲，在1922年华盛顿吼、哦、五国的这个海军协定内底有讲到吼、哦，五大强国内底第一强是啥？大日本帝国。大日本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全世界军事武力最强的国家，大家有惊到？本来大日本帝国。是一个农业社会的一个国家，伊就是透过万国公法建立法理的一个日本，实际上透过欧化脱亚入欧，亚洲这一套生活系统、农业社会不是不好，是因为啊浪费很多时间跟效率，哦不符合近代化的路程，所以啊要学习欧洲讲求效率，所以今仔咱大概是咪会去讲哦 SOP。标准作业流程 SOP 就是爱来，咱爱去学习澳洲一下，短短时间我都进步，用少少的时间、少少的钱，创造真济好的代志，甲福利，就是 SOP， 这就是欧化一个开始哦。国外大个国家，大日本帝国排第一名，第三名上美国，哦，所以美国也想，尤其是犹太人也惊嘛，因为咱这种皮肤呀黄种人，因就是内心存在着一种对蒙古人那种旧的观念，伊认为讲黄皮肤人唔在是像成吉思汗啊呢，各位准备要消灭欧洲人啊，所以也对黄种会有恐惧，其实会吗？大日本帝国照万国公法来成立立宪。遵守万国公法、国际法，会去做这种成吉思汗甚至希特勒这种事情吗？没呢。哦，甚至宣战，他都照国际法来实施啊。所以这都是没有必要一挂考虑的哈、哦。所以东西，包括麦克阿瑟的听证会来对嘛讲，他完全误解大日本帝国啊，原因就是这样。哦，为此振兴欣喜，故朕于此下令开拓使朝鲜及台湾的住民成为帝国议会之门路，好使众民广为参与国政。汝等臣民，那以上，行命呢？臣民呢？好、哦，务必善体正义，和谐一致，竭力辅佐朕之皇国大计。甲咱招呢？好、哦。大日本帝国第一条，臣民的权利跟义务就是讲，予咱有参政权跟参战权，
第一条跟第三条讲的内容就是这样，我们有参战权，还有哪参政权，在大日本帝国宪法里面就是了、哦、所以这诏书是死了，变成我们本来依照叫做义勇军，那变成什么？变皇军提升啊、哦、因为我们地位不一样，叫做行命内、哦、地延伸政策、哦、我们听那些历史轨迹，包括前几天那所有江苏所说的内容，你整个整理起来，在这节课赶快整理起来 哦， 哦，因为什么？倒数第二节课啊，下晡的课讲完你又要回去啊，大家有欢喜哦啊，下晡要回去呢，你有感觉时间过足紧哦？三天两夜，三天两夜，课程就要结束了。你在这里，你学到了什么？你读到了什么东西？你有对新台湾人有了解吗？不要白跑一趟哦。哦，当然，那钢铁上尤先生，这收在上诶，水月园农场的主人尤先生提供的呢。哦，爱甲尤先生拍波啊者，啊谢谢尤先生哦，伊提供予咱较好的场地，我阁有冷气要吹。哦，你若讲这时间，他门开开，阁无电风，大粒光、细粒光，这种情形有发生过。伫当时2011年的夏天，像这种天，上侪电风一粒两粒，大家安尼光啊直直流，嘛是来上课啊。2011年诶，今年几年啊？2015年呢，恁足幸福的，阁有冷气要吹。迄时阵江苏吼，共款啊穿呢啊，徛伫遐大粒光、细粒光。你有看迄过去的影片，你有看秘书长咧讲课，看啊七安尼，规身骨拢全光。吼、哦，爱知吼，吼、哦，来感谢，我们心存感谢。吼、哦，来看好几页吼，这重点是遮吼，来看吼、哦，台湾主权向共啊尊神。台湾主权谁说了算？1937年在台实施皇民化，完整的主权就是要有管辖权和领土的所有权。1945年4月1日起实施明治宪法，已成为大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从这一刻起，在万国公法原则下，台澎已成领土，而不是殖民地。这个时候，台湾人就是标准的皇民，哦。台湾呢，当日本兵吼，到今呢还供奉在靖国神社有几个人？台湾人有去做日本兵哦，而且牺牲之后有39,100名本土台湾人 ，The People of Taiwan， 不管是高山、平地，有39,100名，咱的祖先，吼、哦，伊是咱的祖先的一个代表。在遐，我的姨伯的先生，伊就是去参加南洋战争，有去无回来。即马伫亚斯库尼内底，就是靖国神社，所以感觉自细汉就了有一个初步的一个观念。欸，奇怪，咱毋是中国人，咱会去做日本兵？唔对，经历才知。厝内底阿公嘛讲。一级三级，爱讲学校是毋教呢？毋是，学校教1、2、3、4。哎，中国人，吼、哦，哎，足清楚个啊，都分较清啊。哎，读个毋免读较济啦，迄拢人国家个后摆读济你嘛无效，啊，紧来做事。吼、哦，后摆有一天出头天，你就知。吼、哦，日本军要离开台湾，阮50天了会阁转来，会正讲个呢，真的呢。今年几年了？70年了呢，拄啊好60天天意，秘书长甲台湾国际地位研究出来，原来台湾毋是中国的，吼、哦，嘛毋是美国的，是啥个？日本天皇的，毋通阁讲日本的哦，讲一半，我是啥个？爸爸的，啊，你走甲爸阿妈袂记咧，吼、哦，所以就这样，你申请户籍誊本，迄、那个官僚爱淡掉。唔好像中国人迄种流亡难民的观念，我申请誊本啊，爸爸代表就好啊，妈妈唔免，哇，你才做一半，你叫做一半的台湾人，同款，台湾像诶，日本天皇诶，你也袂记看伊巴肚，甲伊巴肚藏喺心肝底，唔是迄两只鹅啊吼，哦，台湾是迄两只鹅来嘛，啊是迄班桥，迄班桥叫啥名？
二重桥，现在叫二重桥，两班桥去夹起来叫二重桥。哦，唔是三重埔的三重哦，三重桥就爱三班桥哦。一个二重桥原因就是，迄是两班桥夹贴起来，叫做二重桥。吼、哦，你爱较好记。好、哦，来。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政府加放弃啥管辖权？好、哦，这叫啥主权权利？主权权利就是讲，我打一个比喻好啊，天皇诏书哪参照咱的是大人，咱的父母，甲咱饲饲饲，惊咱往生去过生去，唔敢去报户口，饲饲饲，哎、啊、哎、欸，这囡仔佫教会起来，还好，因为一开始也是。清国的殖民地，殖民地，迄殖民地的殖民哪念无清楚？殖民地，练习的习，用那个音来发殖民地那个字，莫个殖民地，吼、哦，不要讲殖民地，殖民地莫，那讲殖民地，练习的习，殖民地，好、哦、标准的发音，殖民地的台语发音叫做殖民地，莫叫殖民地，吼、哦，唔通叫中国人。传染到，伊破病，咱爱破病哦。咱有免疫力啊，咱是台湾人，伊中国人，咱唔好去有传染。以错误的观念，回去嘞，咱害伊。你教我的那个是错的，我现在有法理台湾的观念，我把正确观念甲洗好清气，唔对的，害你。你教我的嘛，你为着方便管理阮，所以这错误的观念教害乎你。我教为啥？为正确的法理观念。开始重新做整理，啊，你就会中毒哦，未中毒。你看新闻，你看伊咧讲恶化、讲服贸、讲要甲中国统一的时阵，你会受气无？代表你够毒，吼、哦！诶，这边土地即下管理是叫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是美国国务院授权，互伊代为管理、代为占领。这土地甲一个人，拢是伊的吗？唔是哦，吼、哦！我等下有一个图，你该看就知。迄个是台湾内底一个鼻塞大个所在，管理规个台湾。你就是因为去领伊个身份证，所以你有管。但是确实，伊是拥有管辖权。吼、哦！你唔通讲，哎、欸，我入台湾民政府，我有身台湾民政府身份证啊。我明仔载开始，我要闯红灯，我要甲警察直接对抗，甚至甲逼遐警察个鼻仔去啊！你是流亡政府，我要跟你对抗，可以吗？唔通哦，你来个来遮阿未开口之前，台湾民政府临时代表歌、日本国歌、美国国歌完了有读一段伊，阿个会记得无？迄段伊咱大家来甲找出来，大家做伙读。来，是不是读这？来做一念。诶、欸，我问一下，听有台语的举手，听无的举手，华语听无的举手。OK， 啊，这样念你是念华语的较济，无要紧啊，做一念啦吼，无多。来，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来做一念。一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二，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一、不使用暴力或武力，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二、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读过一遍有印象无？一开始那是司仪帮咱念，即马。
甲即节课啊，咱爱家己读。你若惊袂记咧，足简单咧。咱家己有网络、有电脑、有手机，你会用上台湾民政府官网。咱的网络自今仔开始，即、這个时间开始，咱唔通上网去玩游戏啊！不要去玩线上游戏，那个都没有用。去找一挂没有用的东西来看，迄拢无效。咱爱先搞法律，做根基，做基础，了解要清楚。台湾民政府官网，你要上搜寻引擎，比如讲雅虎，好、哦、还是那个 PC Home 还是什么 Google 上侪人用 Google Google， 你上台湾民政府官网，你这七个字甲拍搜寻，你就找到。好、哦，看那 banner， 爱认好清楚哦，唔好走去别位去嘿。台湾民政府，哦，我台语两个一件，台湾民政府主张依据国际法律，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也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顺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第二，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哦，台湾民政府的立场一。不使用暴力或武力，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第二，对中国实名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大家要提醒家己哦，法理至上。哦，现在台湾治理当局就是所谓的中华民国。为什么我讲所谓的中华民国？一家的话送诶，几杠哦，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谁在维持中华民国？民进党，伊无迄边青天白日满地红，他就没有舞台，没有空间。中国国民党早就已经不放在心上了。你啊看迄个上，伊迄边来过来叫啥名？我袂记咧。即中国诶，算基站诶来遮，叫啥？圆山大饭店。青天白日满地红，叫警察拗掉，还记记啊？中国国民党已经无藏在心内啊！啊，上个以后，中华民国民进党，伊党章第一条就会讲啊，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叫啥？中华民国，所以叫啥？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哎，台联呢？赶快，中华民国台湾团结联盟，你有惊到？台独诶，台独组织嘛是中华民国台湾独立联盟，台独联盟啊，好中上全部在中华民国这体制内底登记的所有社团、政党拢好中上中华民国啊！你管伊个代志从啥？我就头下甲家己讲，伊是一个偏西多台北市流亡在那边，是因为美国授权请他帮忙管理台湾。所以他有管辖权，啊，我了解哦。啊，代表咱是中国人吗？中国人厝内底火烧厝啊，伊内底烧拍人弄，咱爱去插啦。咱大家乡亲时代，大家同心就知影，人厝内底翁仔某咧冤家，你要去共插无？你要不要去管人家夫妻的事情？哈啊，大哥，你当我讲的哦，会生气啊！中国人的代志啊，讲个统一我会受气啊，含啥啊？陷阱伫遮，这就是七十党以来台湾人所落入的陷阱，叫啥？政治联合。伊个设一个圈套，互伊认为讲你就是介共一个卡，所以因两阿婆咧冤家，两囝两兄弟咧冤家相拍，你会共款讲我嘛要来插，我嘛要投票，我要公投，因为迄是阮家。唔对啊，陷阱，知影无？吼、哦，不使用暴力或武力，咱甲台湾地方个人咧讲话，咱用话甲吵甲骂，这是用武力、暴力，这叫言语暴力。爱记咧吼、哦，你是毋是台湾民众标准的动心？你的行为，你的举动？你用意决定你的身份。咱对中华民国的这流亡的中国人，咱要保持和平的态度，
跟他们互相对待，双政府状态。美国要求的是啥？爱无缝接轨，咱来跟因和平相处。莫看到中华民国的人，我就要跟伊对抗，要跟伊抢，要跟伊烧烟，要跟伊烧拍，要去参加抗议，参加伊的活动，唔通嘿。台湾民众的立场不使用暴力和武力，这甲美国即马甲咱交代完全一模一样，这全部拢是美国参台湾民政府一个共同的一个共识，大家爱记得，吼、哦，不使用暴力或武力。哎，你也讲啊，对中国殖民政权推动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安尼我不爱去做兵，不爱纳税，会用的无？可以吗？唔当袂记得，我头好甲大家讲哦，法理至上。台湾自己当局对台湾有什么管辖权？赶快去做兵，赶快去纳税，只不过以后摆行难，爱知影无？伊先加伊的未来先摕来用，甲咱借钱，甲咱借人，爱知影无？吼、哦，爱配合无？唔好讲诶，我咧要通知兵单来啊，我不爱做兵，叫你纳房屋税、纳所得税，我也不爱纳，那你有麻烦啊？你麻烦你就伫。伊个体制内底，你个寄金箔啊钱都会无去，就来扣掉啊！吼、哦，你要知哦，吼、哦，不要跟他直接对抗哦。依据国际法理，唔是依据人民意识，所以这国每一股你爱去了解吼、哦。台湾的所有权是向下，日本天皇啊，台湾的占领权跟管辖权在谁那里？美国总统哦，咱唔通阁讲一半，美国、日本。日本天皇跟美国总统，好、哦、爱知哈、哦、好。时间的关系哦，咱小看一下重点一下哈。这广告即马即阵啊，网络上我相信你啊，点《自由时报》电子报啊，是《苹果日报》，你都会看到这边呢。当然不是江西，随时拢有。大家记得，你要看到滑鼠唔通去甲点。这边老上呢，老好唔捌的，唔捌台湾民政府，不论是台湾民政府对台湾民政府不了解的，我们把这个点选的机会让给他，好不好？我们不要去点它，吼，因为这点在上开钱，咱家开钱哦，还点一盖偌济哦，吼，所以这时间呢，为啥用这边呢？就简单就是让这些人知影台湾民政府的存在，吼，台湾民政府我要小问一下，台湾民政府如果是诈骗集团，是有问题的叛乱组织，一这边呢会伫公开场合，《自由时报》电子报跟《苹果日报》给大家点吗？会不会？不会啊，吼、哦，这大家知影吼、哦。啊，你们要改水，台湾不那个台湾民政府是合法组织，后边吼，哎、哦，台生后边要有文件，吼、哦，大家爱得提，你也别给提下购物，唔好怕无诶嘿，哦，安排，好、哦，这个红色的车牌是有两个单位合法哈、哦，美国军事政府 USMG 跟啊 TCG 台湾民政府两个单位合法，哦。爱给的，好。那现在呢，跟各位同心来说，你也高级班毕业了，你就应该开始来拥有这个红色车牌的使用权。江苏伫家提醒各位，你也摕到红色的车牌，请你一定爱穿白色的牌做伙挂，唔通摕到这个红牌，砍的路的是甲冲浪，红灯甲塞。谁来谁去？无要听交通指挥，无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尼就错误啊！你会做着负面的宣传。哦，原来红色车牌的人拢无守法，唔通安尼吼？为什么呢？红色车牌甲白色车牌做关，因为白色车牌是不是有车险？甚至乎台湾第一当局，即个基层的警察后摆拢是咱的服务的基层。完呢，他是执法呢，他是台湾自己当美国授权让台湾自己当局让这些警察在基层执法呢，知影无？唔通甲警察去乌乌样，咱对的代志咱好好啊讲。哎、欸，
我这台湾民政府身份证是根据什么？阿力哥也应该盖小这晶片啊，警察先生、小姐，你也可以来申请啊。哦，为什么？我相信你也希望台湾民政府执政之后，你能够持续在基层担任警员、担任警察，为人民服务。哎，听来就欢喜啊！哎，宣传单体一马来上课，马来给你办身份证。哎，有呢，甚至法官呢、检察官拢来才上过课哦。哦，所以法律的代志，你讲法律，咱有需要甲人讲甲颔棍大粒、大机，迄呐吓血管了。颔棍筋那大条细条，需要甲人正甲呢面红啊，你规个面强要爆炸，需要无？要甲你哦样啊！我对的，所以我一定要甲你这样样。妈的，我讲的拢对，爸我讲的对，你莫甲我整，拢唔对。流氓政府咧，你著甲因讲话，甲骂我。你三天两夜在这里读的所了解的台湾民政府主张跟立场，你确实忘记了，你袂记起啊？会记无？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什么？第一，不使用暴力或武力，但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第一条你都要记起来。暴力甲武力，迄毋是咱要用的。哦，咱是按哪以法律？你爱记得哦。你啊冲动的时阵，你算甲。先静落来，你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算到三十啊，你才讲话。冷静落来，头壳内底铺两字法理，法理。这时阵你就会用慢慢去控制，你袂冲动啊，袂甲人冲动，袂甲人对拍。吼、哦，咱唔好像遮个吼，培养伊就是要互咱台湾乱，乱一旦会当经济战争法，伫遮继续代理占领。战争法里面等于讲，被占领地维持一段的时间和平，没有事情的时候，占领方自然要离开。但是伊就是被这种手段，和被占领地的人民，逐天无和平、动乱，爱伊当继续落来。伊道理又甲美国讲，你啊看，台湾无我中华民国，嘛袂用的。爱知哦，伊有啥逐天新闻切开那？感觉台湾很乱的，他就是要营造一个气氛，让美国知道说，确实没有他们不行。哦，但是我们大家有一个共识，不使用暴力和武力，包括他举办的活动，我们不要去参加，什么选举啊、公投，我们不要去参加，让投票率在50%对五成以下，美国就会出来。为什么会出来？因为他是主要占领权公，一定要来处理。哦，啊，这观念要出来哦，哈、哦、，OK。即马各州爱记得哦，莫顺你个使用，各州的州长唔是哦，这叫啥？各州的最高的决策的人是谁？知事，知影代志，唔好讲哎，台南州州长。因为咱就要爱无缝接轨，慢慢要跟天皇那边哦制度要接，没有州长，有州，但是不是叫州长？州长是美国的制度，叫做州长。那你要跟啥？嫡庶，哦，知事，哦，我靠，好、哦，这时阵那个谢切告，哦，4月9号，台湾州哦安平郡。这当时的郡守，伊摕身份证，我看哦，甲你手即马手中揢有共款无？公开，甲所有的本土台湾人 announce， 我有了，你有了吗？哦，今来申请嘿，这时间点，咱看到新台湾论，吼、哦，来，咱看下第一页，咱头好看目录有没有印象？美国政府指定设立台湾民政府在华府。哦，咱今就来看哦，加深印象嘿。美国政府指定设立台湾民政府在华府成立驻美代表处。一、设立的经过：向美国提出诉讼，控告美国政府与美国华府联邦地方法院。第一，2006年10月24日，台湾平民林志深等228名。爱记得哦，228名哦，唔是带228个受难者去控诉、哦，唔对哦。
爱给的哦，要赶快厘清哦。台湾平民林志升等228名，在美国首都华府向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控告谁？美国总统，美国政府的代表是谁？东西美国总统以上，布希、国务卿呢？莱斯，哦，你应该写起来，哦。标的呢，就是控告的目标，台湾国际地位加啥？台湾人权保护诉求，哦，这控诉的案件有一个暗号，哦，这拢伫后边，迄不是家己编的，这拢会跟去查。这个暗号一直存在哈，在美国的迄个法院，好，联邦地方法院都有建号哈。你要看后也看有写哈，2007年1月12号，哈，被告美国政府代表国务院向法院提辩，政治问题请取消告诉。甲一届同款，第一届伊就讲国家免诉，哦，国家唔免用告，但是法院甲美国政府讲。稍等一下，吼、哦！啊你讲国家免诉，你看人告啥？告人权，告你人权的。美国，伊是以人权立国的一个国家，人权包括唔是讲诶，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甚至占领规个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土地，人民伊就会当牺牲占领地面顶人民的人权。会用的无？除非伊是上帝天公伯啊，伊比天佫较大，伊就会用安尼做。但是是吗？万国公法的一个约束之下，天赋人权不可以被牺牲掉。哦，所以台民政府这秘书长代表，哦，等于讲控告美国，这第一摆控告美国，这个、目标非常清楚。哦，所以甲下晡这下骹咱个看吼。2008年3月18日，好、哦，咱继续看、哦、第三点，本土台湾人英译安怎写 ？People of Taiwan 有国籍无？本土台湾人没有国籍哦，而且可以上诉。噶后边，咱看到第二页、哦、第二页的第三点，好、哦，有下的一个上诉，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华府，咱看一下哈。2009年7月8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受理本案，南夸也看到案号9-30，说明哈，这是本土台湾人二战后首次向美日太平洋战争征服者美国，依照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及美国宪法提出告诉。刚2009年8月6号，本案被告美国总统、美国政府代表。国务院宣布什么？放弃抗辩权。放弃抗辩权，什么意思？代表所控告的全部正确。吼、哦，这大家爱知影吼、哦，这头前这几啊，你一定爱去了解。吼、哦，不然人家问讲，哎、欸，台湾民政府怎么来的？你阁未晓啊？是安怎告美国？哎、欸，告美国是内容是啥？你那第一摆控告美国，迄内容是啥？咱爱知影哦，爱讲出来嘿。啊，第二届嘞，咱大家看好知吼。这短片不要紧吼，这是东西耶。台湾在国际地位正常化之后，会有两个政党，好，叫做民主党跟共和党。好，这东西秘书长开始哈，组织台湾民政府的时阵有讲，依战争法终结中华民国流亡政权，占领台湾，有没有改变？依故证件法，爱知影无？证件法有重要无？来，咱别拿下，我要甲各位说明跟补充，什么叫做证件法？笔甲纸传好，我慢慢讲，你会记甲写起来。好、哦，什么叫做战争法？会记下哦。战争法的法源有三个。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跟下哦，吼、哦，无人来讲依故战争法啊，什么叫战争法？吼、哦，像个标头标题要一个阿兵哥啊，卡落来 ，War Law of War 战争法，内容是啥？我讲一解，战争法的法源有三个：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
哦，你拿下嘿。过来，1949年日内瓦公约。好、哦，过来，国际红十字会总会的规章，有关于这个人道主义的章节。好、哦，国际红十字会总会规章的人道主义的章节。好、哦，有讲到战争法。过来，1625年论战争与和平，哦，1758年国家法，公约或条约，战争的惯例，大法官的解释文，哦 ，OK。我讲一解吼，战争法的法源有三个，我头下讲迄是补充的吼。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这第一个。过来，1949年日内瓦公约。过来。国际红十字会总章有那个人道主义的章节，好、哦，这大家爱记得哦。好、哦，上面叫做战争法内容爱记得，甲看看嘿。好，这是第一届控告美国，目标无同啊吼。咱注意看哦。哦，当时2015年2月27日，这是美国的时间，台湾时间当时2月28日。哦，伊标的咧，这是受证的头前。哦，你要看台湾民政府官网2月28日新闻哈、哦。台湾时间2月28日，2月27日是美国华府时间，已经正式提出告诉华盛顿 D.C. 联邦地方法院已经接受本案，案号港宽五。哦，你也唔知话，跟上官网，你只赶快去看一下哈。这是让本土台湾人非特别兴奋的一刻，让我们一起，大家团结在一起，创造美好的明天。比如因为刚2月28日一刚七点套炸下来，哦，这官网都有，唔免翕话紧哈。来，咱熟悉一下，这两届，哦，甲咱协助的控美案的律师叫啥 ？Charles Cap， 古尼。高伟有来，去年9月他有来哈，10月24日，控美安律师跟一届，好，2月28日，等于美国时间2月27日，控美的第二次控二度控美的律师同一个哈 ，Chess Cam， 来用跨界这类影片的 Chess Cam 谈话内容，还是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访问的，让他讲的内容哈，就是这次控美二度控美的内容，来麻烦一下。Two most important things for Taiwan's future, the determination of it, its nationality, who do you belong to, what country are you a part of, and then who owns Taiwan. Those are the two big questions. And this lawsuit is focused on the first question, which is what's their nationality. This is not intended to further any efforts to make Taiwan independent, make it a part of another country. It's simply to decide.Who are the people? You know, what nationality are they? Who do they belong to? And then once, the way it will work is, once you have a determination of who the people are they Japanese? What are they? What do they want to be? Then I always say that who owns Taiwan will follow the question of who the people are. I've talked to a couple of senior people and they are fascinated by the lawsuit.Taiwan is obviously a very complex political issue. There's a lot of people that can be upset. The PRC already has said if Taiwan declares independence, the PRC will attack Taiwan. So, but in terms of is Congress interested in this? I don't know if they have the political will to deal with Taiwan right now, or if they could agree on anything at this point. No one can predict what courts are going to do. All we know is we are 100% certain that our facts are correct in the complaint, and we know we are right on the law. What a court's going to do with it is hard to predict. The next step would be implementing a plebiscite or a vote.So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get to express who they want to be. And that's something to be worked out through negotiations. Two most important things for Taiwan. 这影片看完了，拢讲英语的对吧？
内底有一个关键字 nationality， 啥意思？国籍、国籍。所以人咧问人讲，伫国外人问讲你是对的人，你是哪里的人？这牵涉到什么？国籍、国籍，你是哪一国的人？头下咱头下看到啊，美国的法院一个联邦地方法院一个判决，联邦法院的判决弄出来啊，本土台湾人有没有国籍？没有哎、欸，哦，是谁剥夺了我们的台湾人的国籍？有没有去探讨这个问题？问题就在这，二度控美案的主轴就是在这里。在这，鸡丝藏在藏在仓库。捷参制第01297号训令，一张纸，一暝之间，一夜之间，改变所有台湾人的国籍，本土台湾人的国籍 ，People of Taiwan 的国籍。原先是什么国籍 ？Emperor of Japan， 不是 Japan 哦 ，Emperor of Japan 是日本天皇的日本国，叫做大日本帝国，不是 Japan。Japan 是日本国，日本国甲大日本帝国与今麦使用的宪法有淡薄啊无同。大日本帝国的修正，就是靠麦克阿瑟主导。哦，他弄一个新的宪法，叫和平宪法，就是昭和新的宪法。也就像日本国是使用修改大日本帝国了后使用的日本国的宪法，所以有法度管台湾无？有法度去讨北方四岛？原因伫遮。比如顶个头一天有甲咱讲哦，这普丁叫安倍晋三登去读书，原因就是伫遮。给西藏的乘口，好、哦，这大家知影吼。捷参制第01297号训令，用这个，把所有本土台湾人的国籍，把变作中华民国。好、哦，你要看这面顶的内容，我相信必定有两读过哦，这有读过哦。来查台湾人民原系我国国民，已受敌人侵略，致丧失国籍，知国土重光，其原有我国国籍之人民，自34年10月25日起，哦，那因即一律恢复我国国籍处分，哦，你要看下来底内容，全部要改改。对一个单位，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就是台湾中国民政府，把咱改掉，哦，啊，这张纸有效无？在1946年1月12号，当时的3月、6月，甲九月，美国甲英国拍三边电报，甲中华民国甲讲，伊迄时阵伊毋是流亡国家，是正常的国家，叫做中华民国。1946年还没有流亡，甲讲你袂用个安尼，蒋介石虽派代表去日本向麦克阿瑟说明，伊讲啦，为了方便管理。才把台湾人的国籍改做中华民国，才让大家去领那张中华民国所谓的国民身份证。那时有公民证哦，是1949年10月1号，尤其是12月初开始运作流亡体制的时候，开始变作啥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一开始来有公民证，而且几啊百万人去申请，哦，有够戆的哦。什么叫国土重光？啊，是台湾，啊，是讲是中国，甚至是全国的土地，伊叫做国土重光。咱头有看到《下关条约》无？有没有看到《下关条约》？有没有 ？Shimonoseki Treaty of Shimonoseki 有看过吗？我刚才一开始迄镜头抓着，大日本帝国甲大清帝国皇帝去签的合约，还是？清国中国的土地吗？尤其是行宪照落去啊，那参像囡仔去户政事务所报户口啊，父母甲咱一世人永远迄个权利甲义务都袂转去，安有知哦？从此以后，咱就变日本天皇了啊，会当挂无？袂当挂。讲师咧，
魁北克加拿大也应该公投啊，因为加拿大它有分离条款，大日本帝国宪法没有分离条款，所以不当独立，不当公投呀，主权拢袂用的，全部拢是日本天皇的。日本天皇在国际上的地位是最崇高的，过来是啥？教皇，依照叫若望保禄二世，就要传到几？大家去查一下。过来是啥？英国女皇，过来是啥？美国总统，国际地位啊，元首的礼仪。所以你然后看我刚刚在西城，你有看丹麦王储看到天皇加皇后安怎扮鬼呢？我看哦，我刚刚在西，你有看哈？哦原因在这裡，在控告，因為世界的人權宣言，Article 15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States，這是什麼？世界人權宣言的第十五條，Article 15，第一，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a nationality，剛才律師在說，nationality 這就是國籍，第二，No one should be，再下來，再看不要緊，英語咱先刷熟悉中文，哪看爱对照就好吼。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五条，第一，人人有权享有国籍，咱无国籍的。第二，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亦不得否定其改变国籍的权利。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啊，请问这张？有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十五条无？有无？有啦吼！啊，爱告无？要不要告？谁要负责？美国还有谁？中华民国爱甲告。所以呢，第一时间江宜桦、金普松拢过去啊。即马呢，连蔡英文也要去的。美国上不爱甲上接触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上番的哦，南南差伊就是为着政治的大饼，为各位靠底下来底，伊选一届计，候选人30元，政党50元，五年就200元，安尼解抽，你当中了230元，办一摆选举，啊伊咧伊一票赚230元，有好无？当然伊嘛要选举，迄旗啊明明知影流亡政府的旗，伊嘛要死，甲烂咧。墓碑，吼、哦，祖公啊死去啊！我伊妈逐工去遐哭墓，哭墓啦吼，迄墓啊就死去啊，就墓咧。哎，阮做诶啊，我靠伊，我有好食，有好穿啊。伊会去面对家己诶现实，知影伊嘛无要倒用啦，所以就是安尼吼。民主进步党敢有为台湾，看得知吼、哦。这当时迄个网站吼、哦，在报道这個国际记者俱乐部伫美国这个。华盛顿 DC 来对内容，吼、哦，就是我就是要讲这個，哦 ，OK， 50分是吗？好 ，OK， 今天课程到这里，大家记得哦，要复习 YouTube， 你只要打台湾民政府影片，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课程内容。好，谢谢您。